中心嘅机动车柏油量去到145万啦，但系仍然都系停车难。所以你话系开放自己嘅小区号啊，定开放政府部门嘅大院号呢？大家好，我系超级笨记者，点赞全部通，多关注360度零时广播电台，中国精电车啦，做猫方便栋笃笑食你 purple 先食机车主持人，简称超人。嗱，讲真，我又唔系觉得停车好难，唔明白呢人开二车做咩开到咁阴功，长日都话停唔到车。嗱，有呢人屋企三四部二车个，咁连摩托车买唔起嘅咩？开摩托车咪唔怕停车难咯？事实系个，你可能二车个停车位氹唔氹框啊，摆得落四部摩托车咧啊？你人啊出街个个开翻摩托，中山300万人开翻300万部啊，摩托车出来停得到啊？咁又唔得，我哋湾区核心内噶嘛，而咁多大马路高架桥咩咩通道，系都悭摩托车咩？咁啊，实际攞嚟讲咧，真系。停车难大家又眼看啦。优衣库最后一版超派99元一件，有你有人搞到现场变门，哇山论剑。有你有人持得上战车，面对枪林弹雨，左闪右闪，先锋先啦。出面叫核突啊！但系中山几间优衣库做咩冇人争到打交啊？因为好多人都停唔到车，啊铺头都入唔到，咁争咩啊？咁讲优衣库啊，连就讲啲溜潘啊、双枪啊嗰啲咩免费长鸡蛋，如果你点解都系老人家啊？因为缺点唔使停车啊嘛吓，如果人开车个晕得位耐，人啲长晒啦，玻璃阿公阿婆啊打完几樽烤再抢啊，都快过你啊！停车难啊！依家好多人摊喺大商场啊，2000啊免费3个钟，依家1个钟、半个钟都有。系啊嘛，买嘢抵咗停车费，仲要限你15分钟出场喎，咁你上落电梯啦、攞车啦、摆嘢啦、出车啦，起码都有得半粒钟啦，都唔人性化嘅。咁人哋商场都好惨噶，吓而家依家净系有人入商场黐冷气啊，有好多车主入要黐停车噶。嗱，只得我朋友升过屋企楼盘系有车位啊，但系个物管呢我业主嚟噶，我想租车位。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哋啲车位咧唔租噶，你买啊。哦，你买唔起啊？唔紧要，你可以租人哋买咗嗰啲，我帮你问下。喂，真系啊，似得我楼盘咁，有啲有钱嗰啲住户咧吓，一个人买10几个车位租出去噶，咁啊租唔到啲点啊？咪轮公共位置咯，轮唔到咧，咁你咪出去听咯，或者兜几个圈再翻咯，可能又冇空位咯。所以啊，五一国庆春节啊，星哥一定唔出去耍噶，因为佢可以享受翻一年几日小区嘅免费车位，又唔停唔漏，搵翻多少业主嘅专业。好啦，依家话开放嘅政府部门嘅车位，睇你一人听。好多人都话好，但我第一个觉得唔好，唔使千年冇听入去啊！你谂下，我啲政府部门集中在边几层顶？兴中道啊、中山路咯、啊、有咧系唔系入去办事都免费停车啊？咁我哋嗰啲真系入去办事，咪真系请年假先够时间搞掂？实在嗰只部门嗰只停车场，听到几几人都系近私教，开放睇你人都系听得嗰几下步吓，又唔系因人就脚嘅添啫。啊，连停车都听到咯，但悭好远去上班，咁系方便定唔方便啊？我哋而家升 Q 嘅问题就系楼盘多啦吓，商圈嘅密啦，咁啊，所以最近要解决嘅停车问题。湾区核心啊嘛，冇停车位一跌入到啦，咪吞吞转个花园。停车问题一定我出行力去管好啊，咪搞到一商店街噶嘛，个个摆个雪糕通唔出来啊，霸晒个位。如果人真系成晚要停车，冇嚟停。高呢咁嘅问题应该早就管好啦。嗱，仲有话拆迁改造之后嘅地方，以后应该优先搞好嗰只停车中心，系咪先？道路规划我啲看到咧系越来越好啦。咁希望停车窗嗰啲咁嘅规划咧，真好搞铺啦。大家爱干净，中山更加靓，交通冇咁病，核心环境正。